虽然才是早春三月，但在这个冬天从不光顾的地方，蚂蟥已经活跃异常了。那个山这几年那个蚂蟥很多。蚂蟥多啊。蚂蟥被当地人称为吸血鬼。你先做没用了，放火烤了。放活生生活生活。没有。它还不死的生命力太顽强了，行不行？哎，下来了。这里的吸血鬼是一种山雉，一旦被咬，血流不止。因为它使我们的行动变得格外小心。海南山雉的频繁出现，是雨水将至的信号。还没有让我们看清模样的森林，在细雨蒙蒙中，愈加变得神秘和梦幻。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有着墨玉般浓重的绿色，苍茫而幽深。在它的深处隐藏着海南岛除沙滩大海外的另一张面孔，热带雨林，精彩而刺激。那什么果？那果不能掰开，掰开那果汁会卤在你手上，很痒的。我告诉你，在这林子里，果不能乱捡，树不能乱抓，因为有些蛇长得很像那树干那样，你抓了它会咬你。吊罗山坐落于海南岛的东南部，四季炎热，雨多风大。热带季风登岛后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就是吊罗山，所以吊罗山承接了更多的风雨。湿热多雨是众多植物的最爱，然而深入雨林，我们几乎感受不到风的存在。张教授，这是什么树啊？这是蝴蝶树。蝴蝶树，为什么叫它蝴蝶树呢？它的种子成熟以后掉下来了，特别像飞舞的蝴蝶一样。哦，来，蝴蝶种子。好，你看这个种子。嗯。它这里就像蝴蝶的翅膀，它是靠风，吹到了就掉到了，然后就生根发芽。在一片密不透风的密林中，选择靠风来传播种子，这无异于自寻绝路。而蝴蝶树的确属于异类。在雨林中选择靠风传播种子，蝴蝶树的自信来自30多米的身高。它的树冠占据了森林最上层的空间，即使微风拂过便可带走它的种子了。众多的植物邻居有限的土地空间，蝴蝶树另辟蹊径，避开了林下空间的竞争，进化出以增加侧根垂直高度的办法来稳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这就是热带雨林独有的板根现象，是植物间残酷竞争的选择。而在这片热带雨林中，这种关于空间资源的生死之战无处不在。哎，你看，小春，这又是一个根爆石。根爆石。哎，这个地方还很特别，四株植物。四株竹根全部连在一块了。它们根怎么会连在一起呢？这个环境比较恶劣，它要靠发达的根系来支撑整个身体。四株植物选择根系相连，因为它们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生存空间，即使在夹缝中求生，也没有谁愿意放弃。优越的水热光照条件与拥挤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让植物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而焦灼。那么这里还会有新的生存之所吗？崖江蕨、鸟巢蕨发现了他们的天堂，
他们把家安置在了树杈上，树杈上日积月累的腐殖质成了他们营养的来源，借助他人的一臂之力，还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阳光。这是鸟巢蕨绝妙的选择。当然，选择高层住宅的不止鸟巢蕨一家。趴在板根上的树蛙也选择了定居树洞，虽然里面的积水很少，但已经足以繁衍后代了。而这个树洞并不属于树蛙，因为它还有一个合住者——螃蟹。与其说这一景象是热带雨林特有的戏码，不如说这是雨林艰难求生的写照。而平和的外表下，榕树更是杀气腾腾。依靠可以寄生的植物获得最初的水分，是榕树萌芽后的首要任务，但它们之间的依附关系却是短暂的。新生的榕树会迅速生长出网状气生根，直接从土壤汲取水分和营养，同时紧紧缠绕在寄主身上，支撑住自己渐渐强壮的身体，争夺更多的阳光，最终寄主植物被活活绞杀致死。里面那个还大的，但是已经绞死掉了，你看一扣就下来了。在茫茫雨林中，植物间的竞争方式多种多样，榕树选择了最残忍的一种，而这个凶残的家伙却也是聪明透顶的生存天才。大果榕改变了在树冠开花结果的习惯，而是将果实结在了接近地面的老茎上，这一改变大大增加了昆虫动物对大果榕的光顾，大果榕因此获取了更高的授粉和种子传播的几率。在热带雨林中，这些复杂多样的竞争互惠的关系成就了热带雨林森林结构的复杂以及物种多样性的丰富。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在尖峰吊罗深大断裂带东部，地貌高差大，深壑纵横，河流众多，孕育了150米落差的烽火山瀑布，它是海南岛最大的瀑布群。而深藏在山野之中的热带植物更是奇特玄妙，雨林本就是个谜，在这样一座山地雨林里迷路是难免的，这回我们遇上了。咱们现在在哪呢？这个大吊罗还得走多长时间？这日子走得了吗？我又开始想我妈妈了。雨林的深夜静谧异常，爬了一天山，大家都累了，最后的两瓶水没有人动，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的路有多长。看到没？天太密了。天亮了，我们找准了方向，沿着冲沟下山。行了，再接着。哎，接下来。
虽然路很难走，但这次我们走对了。若是在雨季，这条路就变成了一道倾泻雨水的山涧。海洋带来充沛的雨水，雨水变换着姿态，在林中萦绕，在山间奔腾，滋润万物，再顺势注入大海，从而完成一次最具意义的巡回旅程。当千百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将这块土地与大陆分离之后，绝大部分生物成为了永远的岛民，开始了他们孤独的进化过程。这棵树好粗啊，得有多少年了？大概有五六百年了。五个半是吗？五个半。大概有一米二到一米五。在第四级冰川干冷气候的逼迫下，陆军松无处存活，最终绝迹于华南大陆，而残存在这岛屿的山地雨林中。当地人把陆军松叫做泪柏，因为划开的树皮会流出红色的泪水。虽然特殊的单宁物质让它的枝叶带有红色，但我们似乎更相信这是陆军松悲凉心绪的表达。在吊罗山海拔1500米的山顶，陆军松屹立风中，但它们不再高大挺拔。这个地带的土壤比较贫瘠，肥力比较差，而且特别是风力较大。生活在这里的植物，它们以矮化和瘸化的方式来适应相对恶劣的环境，以维持它们的生命系统。委屈着自己的陆军松像大家一样，以期在这依然拥挤不堪的山边拥有一份自己的领地，这是为了繁衍，或许也是为了北望那遥远的大陆。这有个刚变过来的小青蛙，它不是小青蛙，它是小团蛙，它永远都长这么大。哦，一直就这么大。是。小团蛙是海南岛特有的物种，身长不过3厘米，纤瘦的身材，后肢细长，加上指尖强大的吸盘，可以在湍流冲击的岩石上稳稳地待上几分钟。这个能力帮助小吞蛙躲过了太多的险情。哎，先你慢一下啊。哇，慢慢。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琼中群落，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跟其他棕榈不同的地方，就是干特别坚硬，老百姓用它来呢做拐杖。这个叶子呢很硬，特别厚，像皮革一样。吊罗山及周边地区是琼棕唯一的家园。虽然吊罗山降雨量要明显多于同纬度的西部地区，但琼棕还不满足，于是进化出厚厚的革质叶片，以求最大程度地保有水分。和琼棕相伴的高个与琼棕一样，都是海南特有植物，叫做海南紫荆木，是珍贵的优质树种。紫荆木有着百年不腐、坚硬如铁、入水不浮的特点，堪称绿色钢材。我们看见了它，它也看见了我们。我们的靠近还是惊扰了它，而它应对我们的招数是装死。从它们背上的几次就能判断，它们叫变色树蜥。烈日下的变色树蜥显得颇为享受，顺嘴来点零食也很不错。但是
他的动作却引起了紫砂蛇的兴趣。鼠蜥也发现了紫砂蛇，这回装死不行，还得逃。哎，什么树啊？这叫鸟不占。为什么叫鸟不占？它上面长了好多树在上面的。对，这种树叶和其他的不同样，它上面长很多毛，你看。这是我们女主常用的一种芍药。治什么病呢？治结果啊，结果桃。用哪块治啊？就这叶子吗？就用的叶子。怎么用呢？把它捣烂了，搞烂起来就。包起来就行了，就行了。那那个裹上以后多少天能好啊？十多天就可以了。十多天就好多好。吊罗山的药用植物多达1900多种。这就是金丝草，是什么病啊？它是消炎的，这是三香菜，也是金花草，是农药中毒，叫鸡头草，是长得不像鸡头啊，它那个果像啊，就那个复合的。尽管与大陆植物区系隔绝，但吊罗山的植物种类之多依然令人惊叹。这个小苗我估计在这里就有十几二十个种。就这儿有十多种？对。不可能吧。如果不相信咱们了，在这里做个样方。行，我不真不信。真的是你过来站在这边。这就是2米乘2米的一个小样方。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在2米见方的范围里，植物种类高达19种之多。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确实是其他森林类型无法比拟的。据说世界上超过1/2的动植物栖存于雨林之中。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最接近赤道的热带雨林，它具有热带雨林最典型的特征。由于受海洋气候的影响以及地貌的影响，这里的水热条件最为优越，而且小气候极为复杂。好，我拨一下给你尝。哎，跟我吃那山猪味儿一样哎，挺咸的呢。嗯。这不是山竹，它叫宝亭垂果藤。据林师傅说，吊罗山里只有几棵。拨那个银出来给你，看看。这个能吃吗？这个也可以吃啊。啊，那你吃一下，是不是挺甜味的？你骗人，骗人，苦死了！那你吃一口水试试。喝口水啊？来，是吧？对吧？对吧？我不骗你了。没有想到，宝亭垂果藤的果仁让我们体验了纯味觉意义上的先苦后甜。它的甜味源自甜味蛋白。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在海南，
很容易把一种植物误认为是椰树，一样的高大，一样的如扇般的宽大叶片。哇，这么高！哦。不同的是，它长着一簇簇碧绿的果实，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槟榔。槟榔与椰树一样，只在干梢顶端有一个生长点，所以只能向上生长，没有分支。我国南方嚼槟榔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海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带来了太多甜美的果实，而海南苗族却更看重三种普通的植物，而且采摘的时间很严格，必须在农历3月初3的当天。蓝红黄来自三种植物的枝叶，这也是海南苗族最喜爱的颜色。而三色饭却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400年前的3月3，他们的祖辈随军队第一次登上了海南岛，由于驻地不同，分离在即，最后的团圆饭就是三色饭。三色饭将先辈与后人、过往与未来、大陆与海岛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热热融融，仿佛从未分离。三月的杜鹃花最是火红，独特的雨林，精彩的吊罗山，热带中国迷人却神秘的另一种表情。白居易题词，天柱一峰晴日月，走进安徽天柱山，品味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科技院下期讲述。